小小智，下午好。我现在周围湿漉漉、黏糊糊，而且说不定全是水蛭。这时候让他们看看谁才是最强的了。这包不给你吃来的呀，这看到我们过来了还不走，想什么呢？瑞瑞下午好呀，伊泽下个版本要削弱了，不是刚加强吗？这是什么意思？剑圣过去了。我很少知道自己在找什么，但我总能找到。他们中单绫罗娃娃这玩意儿能玩吗？要是我不知道规矩是什么，那我又是怎么破坏他们的呢？数值回调了，刚加强完就回调，我靠。算了，这些人都什么玩法，没看懂。他回调是直接回调到原来一模一样吗？还是只是回调的部分啊？我操，他怎么在这儿啊，兄弟？要回调吧。那他妈玩你妈，我操。
只要是废墟，我就有权搜查。当世界处于毁灭的边缘，大显身手的时候。兄弟，这都咋想的？真难玩啊，这游戏再这么打就要输了。哎，我操，五层被动攻速这么慢。这把风龙魂没什么用了。加油。
他们默认梅尔格温。好惊险啊，我靠。他们正面没有什么有威胁的呀，我们可以拆高地。我大哥你这死的会不会太快了一点，他有闪，但是我的 E 很快，我操！哎呦，我就应该等一会儿他 W 消失的，我想配合他把这个人秒。先把风龙魂拿了吧。打他干啥呀？不是，为什么？真不管科温啊！他先把 Q 交了，哦，还是打不过。这都扎一块，让人家一个大收完了，够了，还得死，够了，哎。大家能不能先分开啊？你让这个和牛斯一个大再收完了。说实话，这神女就是傻逼，我说实话。好，杀了21个才赢，太难了。
去个厕所，等一下兄弟们。咱们需要包天带练陪玩的话，可以加。